著名的反共音乐家马思聪和他的夫人，今天上午11点，由音乐界的人士陪同，到达亚盟中国总会的时候，受到了理事长古正章和副秘书长谭莹等人的热烈欢迎。古理事长曾经亲切地问候了马思聪和他的夫人回国以后的起居情形，同时并且对马思聪在美国所做的卓越反共的表现表示赞扬。古理事长希望马思聪和他的夫人这次回国能够多利用机会看看祖国各项建设进步的情形。